四尺叶心时节热能与时营养的色法。尺尺长得完全的人有32个尺骨，它们的色也是白的，形有种种的形状。先就它们的下一排来说，下一排来说的尺骨，在中间的四尺好像次第插在一团粘土之上的葫芦瓜的籽的形状，有四个，在它们四个两边的每一个有一根及一尖端，如曼丽加素心的一种的蓓蕾之形，有两个。此外的一个小臼齿有一根二尖端，如车的支柱之形，有两个。在外边的二枚小臼齿和大臼齿有二根三尖端，有四个。更外边的二枚大臼齿有四根四尖端，有四个，共有16个。上面的一排也是同样的16，所以有32个尺骨。方位身在上方，处所在上下二颚骨中，界限 J 下已在颚骨中的尺跟自己的面积，上以虚空，横以诸尺相互慰藉。二尺长在一处是没有的，这是他们的自分的界限。他分的界限与法相似，葫芦瓜的籽，素心的一种的蓓蕾，车的支柱。